太不好用。了，在这个关卡不好用啊，太多地方要开他了。我觉得这样子他存不到他的那个界王权，然后又要开他第一招，我觉得不好用。怎样？就是你就右边一点，然后把那个调过去，这样子我跟你，还是我做主哎。自动调过去。这样子啊。调过去，都给你了。啊、不要，你要进来，我才不要呢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我们两个都有。还要死提起。先把右边那只干掉。你简直只要速刷了啊。对啊，可是他们想看，我就想说打一下好了。嗯，小曲喜欢妹子摸他东西。嗯，是第七是在西门町睡觉，应该没关系吧？有啊，这次我洗到技能了，各位。嗨，刘润伟，安安呢？小许，安安，小队长，安安。谢谢小黑，谢谢陈介仁。今天有什么？三八机队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新东西哦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忘记记码了。他们是在哪里看到？今天又来报道啦！不会是某哈哈姆特吧？我也觉得是的。谢谢介仁，谢谢。而且这个哦，放火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光阿波罗这关可以挡得了，就不会死了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这个队伍是搞笑队吗？不是吧？不是。那都是什么？只是比较弱一点而已。但是他不是搞笑队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个？挑战一下。哦。我的石头你都很想挑战。没办法。阿红是攻的。用三杖打。我个人觉得先开一次好了，不然这只血有点厚，有点麻烦。哎，完全没有天降。这一回合一定要带走他。哎！对，靠！说三围会被 ban 吗？还是说三杖？豆豆那边。Hello， Duncan Yu， 你好啊。队长，你镜头盯着豆豆那边，感觉涩涩的。我把曲哥推后面，好像推那个什么去公园靠背。古斯安，这很靠背。队长，最近关卡越来越少附加消除，是吗？豆豆那边，
刚一直卡光珠是怎样啊？一直卡哎、欸。豆豆那边很涩涩的感觉。点讲光珠。哎、欸，这关真的是很靠北，因为这对伤害不够力，没有办法一回合带走，所以呢，导致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先关这个好了，不然卡新珠没办法。这个头就是咕咕咚咚把它掉下来，掉下来了。整珠的声音是不是有变？好像没有。没有，不会明天走啊！等一下，全部看完就走。哦。我的留言亏我的名字这么长，名字长跟看不看得到，他名字真的超长的，他名字叫马儿在奔驰，你干嘛一直看我们？哇，好痛！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有操控欲啊？都一下要我干嘛，一下要我干嘛？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很瘦，很听话嘛，你们叫我干嘛，我就会干嘛。看看是谁来的，各位观众。因为你是一只马儿，怎么回啊？小雪猎人活动会入坑吗？当然喽。当然喽。不入坑还是小雪吗？我觉得有危险。你们真的很爱控制，你叫我带我就带。你叫我不要带，我就不带。好痒，好痒哦！这对真的是痒到爆炸。看小雪台就是要边看边靠，我都要大爆射了。这是什么话、啊？我真的觉得我要死人啊！开一只巴比伦，一波带走他，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什么是跨栏？你先跟我说好不好？好。什么是跨栏？带走。树王队好像不错。哇。好，这边开。一波带走他，好不好？奇牙跟小杰好像是黑金，跨栏。等一下，我吓到了，我吓到暗了。哦，怎么办？欸、会死掉吗？应该有可能会死哦。哎、欸，不会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，没事没事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哦，这什么梗啊？跨入你的配偶栏，真的真的很好笑。好，我也会类似的。我等一下可能想那个小号两个时钟小号，好，我等一下想要讲时钟小号两个。哎、欸，王冠了，准备给我七起来！六六六，等一下七一波，六起来。对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要过了、哦、起来，七，你说我哎，为什么你的切西瓜也会看不没有用？有时候还是会断掉、啊，好多七哦，
哦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很棒啊！达比伦，可是我觉得这是火焰蜥，火焰蜥其实本来就是很蛮强的。对啊，